呢、啊、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绑带衬衫，看到的布料通通都有弹性，而且不需要整烫，它这个立体泡泡布做的非常非常的好，这块布料我觉得非常大推哦。它一样也是做飞鼠感，所以呢你要驾驭里面就是比较蓬的袖子或者是背心 T 恤，它就是很好驾驭。它本身呢、啊、上面就没有扣子咯，它就是绑带式的，让你自己去做一个你喜欢的造型。那我本人很喜欢这个，有点像奶茶咖啡，我觉得它比较偏咖啡。然后袖长一样，就是我很喜欢在比较戒指的位置的长度，手看起来非常纤细，然后飞鼠的感觉哦。它有纹路，所以看起来不会那么的无聊。你看它有纹路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它是完全走高弹的布料，我觉得这个很厉害。而且呢，它其实你有没有看到微透，它的布料也不会到就是很厚很厚的那一种。那这个黑色啊，我每次穿出去人家都觉得我变白了，其实没有，是我们家的黑跟白就是特别的巨亮。你看这样搭起来一套，我相信也是在看直播的粉丝有非常多喜欢这种大宽裤的 look， 配上背心，然后配上一个小罩衫，又有点若隐若现的感觉。